上我的哥们儿李志强，两天两夜的坐火车呀，要去广州闯一闯。二月我俩遇见一老乡，他在一个玩具厂帮忙，多亏他照顾我俩过了个年呀，过了年又为工作忙。三月我俩等在大街上，和别的人一起等希望，都说那谁谁谁可发了财呀，想当初他也是这样。四月来一个工头真叫胖，他对着我们几个把手扬，急急忙忙上了车呀，才发现志强不在场。发黄